阿姆劳地区的地理位置位于北纬20度32分至21度46分、东经76度37分至78度27分之间。该区面积12235平方公里。阿姆劳地区的邻近地区是中央邦北部。二、纳格普尔东北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地区。三、中央邦东北部 Chindwara 区。四、东部的瓦尔达。五、南边的亚瓦特马尔。六、西南方向的瓦西姆。七、西部的阿克拉 Akra 和布尔达纳 Burdana 地区。综上所述， Amravati 区的邻近地区有，根据印度2011年人口普查，阿姆拉瓦蒂地区的面积约为12235平方公里4720平方英里。阿姆拉瓦地区位于印度中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维达尔巴地区。阿姆劳地区的主要城市有1、阿姆劳蒂，2、阿克拉，3、巴德内拉，4、班达拉，5、钱德拉普尔，6、杜勒，7、加奇罗利，8、贡迪亚，9、辛戈里，10、贾尔冈，11、贾尔纳，12、克拉迪，13、马尔卡普尔，14、纳格普尔，15、南德，16、南杜巴，17、瓦尔达。阿姆劳地区的主要产业有1、农业。阿姆拉瓦蒂地区是马哈拉施特拉邦最大的棉花生产地之一，其他主要农作物包括大豆、豆类、油籽、甘蔗、乔瓦、巴吉拉和玉米。2、制造业。阿姆拉瓦地区拥有众多制造业，包括糖厂、纺织厂和化工厂。